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35岁嘅尼日利亚中场奥比米基尔近日更新个人社交媒体，宣布退役。现年35岁嘅奥比米基尔，2006年加盟车路士，共为蓝军效力372场比赛，入咗6球同埋有13个助攻。随队斩获过2次英超冠军、1次欧冠、4次英格兰足总杯冠军、2次英格兰联赛杯冠军同埋1次欧洲联赛冠军。2017年冬季嘅转会窗，奥比米基尔以自由身嘅球员身份加盟中超球队天津津门虎。奥比米基尔一共为天津津门虎效力2年嘅时间，出场31次，贡献咗3球同埋3个助攻。离开天津津门虎之后，奥比米基尔仲效力过米杜士堡同埋特拉布中等球队。旧年11月。奥比米基尔离开科威特 SC 之后，一直就冇再踢职业足球啦。好波唔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睇精彩足球、篮球嘅赛事。